宝鼎香炉袅袅生烟，香云盖而菩萨来集。戒定真香，这是修行一切佛法的前提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宝相阁居士带来现代版本的梵拜赞颂《炉香赞》，我们也共同的祈祷诸佛菩萨给予我们的新春祝福，掌声有请。相遇，该
我们接下来呢，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殊胜的法师啊，他是从我们的江苏盐城海会禅寺特别赶来的住持应缘法师。那么他呢，将为我们念唱华严字母。我们知道这个华严字母来由出家师父吟唱啊，是我们慧日禅寺几乎每一年的春晚必备的节目。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应缘法师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不同凡响的梵拜的魅力。好，有请，掌声有请。这Yeah.
诸法轮真云雨，普光明地，毗尼扎瓦耶利就会一同学。
夜舞的麋鹿转，丝线把竹连成串，清凉山中多些，一年一年绕心转，心弦一株两相望，静静无染菩提念。
情长。